自从我上次发了新片以后，就有蛮多人挑战我做饭，然后还说我一定做不好，怎么敢这么说呢？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来挑战。你有意见吗？就要来挑战做早餐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我也是很努力完成的，所以大家请敬请期待吧。好吃哎、欸，嗯哼。